又是锅巴了啊！这款锅巴属于爆款了，就是那个销量特别特别高，好多好多主播都在卖。这个是麻椒味的锅巴啊，特别好吃。有一点微微的辣，如果小朋友吃不了辣就别拍了，但是真的特别好吃。这款锅巴是当前卖的最好的。吃大包啊，9块。